难得的连假，大家一起出去玩喽！雨一路下到下周二，端午假期确定要在雨中度过。又是难得的连假，大家一起去垦丁喽！拜托，垦丁买芦苇，请我还不如去日本。那士林也是你一样啦！啊，不然我们去苗栗有间民宿，超漂亮的，订房喽！客满喽！今年好不容易订到房，大家一起出去玩喽！我们这么多人要怎么去啊？当然是坐火车啊！有买票吗？啊，买不到喽！大不了不玩不搭车，连假一起出去吃饭喽！最快要下礼拜才有位置哦。订不到位，端午节一起包粽子吧！啊，怎么包？网络上好像有教学，那我们来比谁最好吃。大不了不玩，不坐车，不吃饭，我们回家吧。平常工作都没时间陪家人了，难得的连假，回家陪陪家人吧。我阿妈今年好像也包了很多粽子，都回去吃。以前我也会在家跟妈妈一起包粽子。好饿哦。那我们，回家吧。干！我们这么多人要怎么去啊？